2014年10月8日上午10点55分左右，在新北市树林区东龙街与八德街口，一位热心的民众在这个地方拾获振兴五倍券之后，送到我们树林派出所。本所除依规定受理外，呼吁民众要随身保管好自己的财物，请遗失民众紧速前来本所认领。